种你要一直遮遮叫。这个。老爸，那牙缝那个牙齿那里缝被那个肉塞到里面。被肉塞到里面。那个牙缝。哼。塞到肉了。热还是肉？都有啊，菜沙而已。哦，你跑进来干嘛？我要录影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青云。那今天要拍一个影片，来跟大家介绍成为一个专业的米虫需要具备的技能。不是，是米店卖米达人。哦，我妈说成为一个专业的卖米达人，或是说米店老板娘，或是说米店的店花所要具备的技能是什么呢？那我们看下去吧。耶、yeah.。妈，快点走！7公斤呢，以公斤来算的话是中部的算法，那北部跟南部都是以台斤的算法。对，哦，外面好吵，他很害怕，可是他肠胃型感冒，我更害怕。为什么？